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、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，严格依法制定，坚持宽严相济，罚当其罪。台独顽固分子主动放弃台独分裂立场，不再实施台独分裂活动，并且采取措施减轻、消除危害后果或者防止危害扩大，符合相关规定的，可以依法不追究部分或全部刑事责任。